上古神会不会偶尔睡觉的时候神识落入到人间，化成人形活了一辈子？神君，行云，神力不笨。毛氏行云，出身威海，本是平民之身，却有惊人之技。你当真会算卦？能算个一二吧。天行万物，有得有失，万事总是平衡的。行云一拜绝对的彼时，京城的大公子小院被烧，而身体孱弱的行云却在一众高手的刺杀下竟然如有神助，逃出升天。哥的，嗯，谁来吃饭了？哎，再搞一点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沈黎，吃饭了。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我的名字和吃饭了连在一起说。这不就是很平凡又日常的一句话吗？沈黎，帮我一个忙呗。沈黎，等我。沈黎啊，晒太阳是不是很舒服啊？沈黎，你好歹是个姑娘家，怎么把自己当成男人似的？我约莫是看上你。夏天快要到了，葡萄也快熟了。我约莫是等不到果子成熟了，此一别山高水远，你多保重。毛氏行云，祝顾城锦夺取兴盛城城之位，而后隐退。素想锦衣玉食，那娇妻美妾，而是归于小院。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属于自己的英雄，竟是一个那么普通的凡人。星云，沈黎，自始至终，星云行止，不只是我一个人。好好的天外天你不待，为何要下到凡界，做一个那么憋屈的凡人？这个位置才是憋屈。神音力量过于强大，而不能动私情。原来神仙不是没有感情，是不能动情。所以沈黎，我不能喜欢你，但我控制不住。王世君，自断其臂。三千日被沈黎反噬，凌迟八股，你也拦不住我。星辰，你知道我会怎么选他？嗯，我要的是三界，我也要护住。若有朝一日我死在战场上，到时候可得神君拿命来赔。若有那么一天，我的命，星辰，陪你别说。星辰，此生有你。